好，欢迎进入今天的特别板块《工作高手》啊！先问一下各位嘉宾，你们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爱好吗？滑雪，滑雪。还有吗？骑摩托旅行、潜水、钓鱼。你倒像一个钓鱼的啊！还有会钓的，做饭呢？做饭，喜欢做饭。原来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是有那个厨师专业，但人家没要我。没有那么高的厨房。我们先来看到一段 VCR。我们要开始在北极的冰潜的第一次测试潜了。从一名水下摄影师到一名纪录片导演，我从来没有离开水下，直到灯光照亮这些残砖碎瓦，重拾故人的记忆，我找到了记录的真谛。趁时光未老，我大步向前。哇，好帅，好美、啊、哇，觉得好酷啊！对啊，今天有请出的这位工作高手，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生活境界，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享受生活而不沉湎，看透生活而不消极。掌声有请周芳。大家好，我叫周芳，我是中国第一部水下纪录片的总导演，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水下主摄影师。啊，大家能看得出来这条美人鱼多大年纪了吗？32、36、29，90后吧，对吧？90后吗？还是女人比较喜欢说实话。方便说出你的年龄吗？可以可以、啊、我今年43。哇，保养的好棒。不，人家天天在水下当然好了。对，那皮肤泡的，你看美人鱼是不会老的，滋润。看看你以前好像不是干这个的。对，从来没做过。我以前在投行。嗯，一直做。对，一直做金融。既然说在投行，就先问一下多少钱年薪。保守的说是100万起、啊、那是哪一年？哪一年？应该是在08年之前。08年之前，对，都是这样的。你学的什么专业呢？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的大学，学的是法学，然后在本、啊、对本科、啊、然后在美国读的 MBA、嗯、学的是工商管理、嗯、在东北财经大学学的管理经济学博士。那怎么就女博士？那怎么就到水下面去了呢？我们都会认为他的这种选择像发了疯一样啊。对，总得有点人发发疯嘛。嗯，是，其实我是，从读大学开始一直就是喜欢做户外的拍摄、户外的记录，然后读大学之后到研究生到博士一直是循规蹈矩的在工作、在挣钱、在求职、在生活，只不过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爱好，就喜欢拍摄、喜欢记录。2012年的时候，后来我跟家人去。大堡礁去度假的时候下了一次水，下去之后我觉得哇，就像完全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另外一个世界，我才知道哇，在我的身边离我这么近，然后在我的脚边上水下的世界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来马上就买了一台相机，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在全世界拍。那后来为什么又成为专业的？其实我拍到一直拍到2015年的时候，我就积累了大量大量的素材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有这么多的机会去拍去记录，其实可以把一些影像的作品，把它慢慢的做成一个一个的纪录片。所以从20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第一个纪录片，叫《寻找鲸鲨》，然后送到我们湖南去参赛，然后那一年还在湖南得了一个奖。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还可以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天赋。然后所以我从2015年开始就把工作辞了之后全职在做这个事情。辞掉高薪工作全面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对对。这个决定很难下吗？不难下。我觉得我是在选择一个生活方式啊，不是在选择一种职业。那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在跨入这个领域之后你遇到过哪一些困难？
最大的困难首先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壁垒，所以其实2015年开始我就开始自费自己去学，上导演班，上那个户外纪录片的那种培训班，就这边不挣钱了，这边还掏钱去学习新的知识。对，我在2017年之前做了25部纪录片，都是跟海洋题材有关的，但是70%以上的选题都只是一个主题，就是鲨鱼。嗯，因为我之前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生物就是鲨鱼，所以我基本上鲨鱼啊，我不知道，因为我可以感知它。嗯，你可以感知鲨鱼？对，我可以感知到它的每一种不同类型的鲨鱼，它的性格。但我们感知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吃掉一半了。没有，那就是你。因为它是美人鱼。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感知。刚开始我只是把它当成模特去记录它，然后后来我在全球追拍鲨鱼的时候，发现每一种不同的鲨鱼其实有不同的性格，然后我才会开始去研究这些鲨鱼的个性特征。被咬过？没有，但是被鲨鱼撞过。你是说你跟鲨鱼在嬉戏？也不是吧，就是意外的肢体的接触。你不害怕吗？不害怕。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水下其实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就我们就基本上别说碰鲨鱼，对呀、啊，我们就看到它就撒腿就跑，对对对，对吧？撒腿就游，撒腿就游、嗯，对对，那个碰撞其实是比较意外的。啊，既然说到这里，我们来听周芳说一说曾经在拍摄过程当中出现过的一些危险。啊，这事儿并不是只是我们看上去那么有趣。探索往昔的红军洞，看不见，除了呼吸，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任何东西。所以当时那一刻，我记得还什么想法都有了，就觉得自己离死亡特别近。我们所有的在洞穴里面潜水，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永远不要离开我们的引导绳。就我们有一根绳子一直要拉着，从入洞口开始就跟着我们身上一直行进路线，那个是我们唯一能够逃生和出来的唯一的一个参考。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我和瑞雪看到这个盲虾之后特别激动，所以第一时间我们两个人就马上拿着相机就直接真的跟着这个盲虾就去了。作为一个摄影师，其实很难停下来说有一个主题在前面我们不拍了，所以我们俩就一直拍。进到侧洞去之后，大概不到2-3米的距离吧，我们就踢了几个呼吸之间，然后踢了两下脚蹼，整个那个侧洞全浑了，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两个就像觉得被关在了那个棺材里面一样的。害怕吗？真害怕了，那一瞬间真的是害怕了。真的是害怕了，比鲨鱼还害怕。我鲨鱼真没害怕，但是这个真害怕。那你心里想的什么？什么都想了，想我妈，想我女儿，想着我现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可能都是在倒数，在倒计时，然后想着我自己现在心跳大概能有多快，然后想着完了，我可能出不去了，可能我永远要留在这个洞里了。告诉自己冷静，否则呼吸加快，气量消耗，就会有更大的危险。沿着洞壁吧，我们慢慢摸，然后一直往前，摸到的是一个死胡同，然后我们马上反方向又顺着洞壁摸出来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因为密闭空间潜水真的是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喜欢潜水的人都很勇敢。对，你感觉那下到那下面，你感觉与世隔绝了。对，曾经我的教练跟我讲过一次，说如果你看到洋流，一个人在洋流里的话，你能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跟他挥挥手，第二件事情给他拍个照，因为非常的危险。其实我自己也做过一次危险的事情，就是曾经我在洋流里救过一个人，但那次我上来以后。那个我教练一直在骂我说你这是玩命。 对，然后对方看上来岸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拼命跟我磕头。其实我后来自己也在想，我说我是英雄主义吗？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潜水的人会觉得说我不希望看见这个人死掉，同时就是我感觉是如果当我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人能够救我，所以当时我就做了这件事情。对，这设备都你自己买吗？大部分的设备都是我们。你给介绍一下。对，这像这个 Red， 这是 Red 一个电影机的一个防水壳。这多少钱？这个设备吗？防水壳吗？10几万吧，15万。一个壳要10几万。对，那里面机器更贵，30多万。那肯定了。这个是那个松下的那个防水壳。也是壳，这壳也要10几万。用不了，5-6万吧。这个也是，这是索尼的系列的，大概也是5-6万。这个呢？这个就是我。这个是在我在水下的一个展示。潜水服有这么厚吗？这个是干衣，干式潜水服。其实身体里边我是不让它湿的。
那个像买这些所有的装备，你全是拿你以前的积蓄赚钱，还是说现在其实这个工作已经有一个持续的收益的一个过程？会有。现在刚开始我会拿自己的钱去买，但是实际上现在应该说这个工作已经给我带来了，可能带来持续的收入了。嗯，高吗？高吗？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吧。你刚才说了我们，那就是说你有团队了。对对，我们有个团队，有股东了。有股东，有人投钱了。对，我自己其实也投资，我知道，但是还会有股东。那你说服别的股东进来投资难吗？不是特别难，但是说服他们做水下中国还是用了一点点时间。大部分还是靠自己是吧？对对对。你看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自己是做投行的，很理性。对对，什么挣钱做什么，是的，对吧？而且我但是他现在这件事情貌似是特别不理性的事情。对，但是呢他要去说服别人加入他。那你是因为纯粹喜欢，就是喜欢。他们是为什么呢？他们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他们一定是喜欢这个事情，大部分的我们的股东都是潜水员啊。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是在投资我，他们觉得他们相信我。其他你看我们那儿也有个做投行的那个杨荣啊，你觉得你能说服他跟你一块儿吗？对，我觉得他可能要能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的话，他可能先得了解我。你赶紧带他走吧。因为其实这样，我今天也潜水，我考了那个 OW 证，但是特别初级啊。你哪里潜得下去呢？可以那个负重还是可以下去的。它的密度不高嘛，它应该可能重量够重。但我觉得芳芳她的那个思维其实还确实不一样。我作为女性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去潜水，我觉得我就很享受那种被拍的感觉。但你呢？你就是想去拍别人，所以你看，对对，还是很理性的。这就是一个有内在，一个没内在的区别。有内在就用眼睛去发现美，没有内在就天天渴望别人拍自己。哎，美人鱼姐姐，我挺好奇啊，以前你作为投行的这个身份，你会不会说，当你遇到了另外一个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投资？我觉得我会。我其实个人也不是很喜欢那种纯情怀的人。包括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团队说，我们不管有多么的大的梦想，多么好的情怀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没有理由拿我的梦想来消耗你们的青春，我说你首先相信我要对你们要负责任。如果这个事情做完最后你既没有名也没有利，然后什么都没有，公司没有办法生存的话，我说我是拿你们的青春来消耗，我说我根本对不起你们。方姐，我觉得您上台之后呈现一种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积极的状态，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内心对你另外一面其实很好奇，就是在你身边也好，或者你经历的时候，还有你怕的事儿吗？我觉得每个人最害怕的事情一定是他最在乎的东西。比如说我很害怕错过了跟我女儿她过生日的时候啊，错过了她很重要的一些日子啊，这个是我真的内心是很害怕的。你会带着女儿去潜水吗？未来？我的大女儿已经是我的潜伴了。是吗？对对，她跟我已经在全世界已经潜过了好多地方。马瑞刚才问题问的一个好问题，你刚才问她还有什么害怕的吗？她肯定有害怕的，但是她跟我们相比，她最优秀的一点是她不会绕开恐惧。对，人的本能是习惯性的会绕开恐惧，但当你绕开恐惧的时候，其实你跟恐惧之间是最恐惧的。但是如果你学会已经适应了去靠近恐惧和直面恐惧的方式，即便我有害怕的，我会比常人更容易想得开，更容易适应，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生活的意义，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我现在一天到晚辛辛忙碌，挣高额的薪水，并不快乐，那我就找我的快乐。但我也不会因为找我的快乐而丧失我对人生的责任。对，所以这东西都是一半又一半的。是的。今天非常感谢周芳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以这样的生活体验，也希望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能洒脱一点。好吧，